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各位收看《评头论足》微观天堂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套手办呢，就是这套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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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对，好像不是这个曲啊，应该是哇哇哇哇哇哇，也不对，那是温柔了。算了啊，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记忆犹新的片头曲或者是 BGM 啊。但这套肯定是非常熟悉了，就是之前头几年非常有人气的《十万个冷笑话》的核弹啊，是由有妖气和哈比 Max 联合出品的。我感觉啊，对于这个《十万个冷笑话》，应该不用去再做什么过多的介绍了啊。头几年确实是非常火，靠这个神吐槽加上一些非常有名的声优，当时感觉这个动画片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算是一部很好的国产网络动画片。不过这几年好像是没有之前那么火了，但说实话，头几部的剧集，包括这个什么哪吒篇啊。葫芦小兄弟篇应该是葫芦娃篇，感觉还是很记忆犹新的。那这一套呢，看一下啊，基本上有名的那几套剧情啊，都在了。然后侧面来看一看，二四六八，总共是八款啊。这个盒子里面有没有隐藏款或者是重复款，现在还不知道。咱们来直接拆箱吧啊，这个盒子感觉还是很喜庆的啊，黄黄的颜色，没有之前我们开的这些核弹看起来那么文艺范，对吧？看一看，看一看，核弹感觉还是很有神秘感的。好的，有重复款的话，我们用的，哎，看到没有？二四六八，盒子有九个，说明里面要么就是有重复款，要么就是有隐藏款啊。咱们来看一看吧啊。那么好的，盒子呢我已经全部取出来，并且摆好了。接着呢，就到了比较激动人心的时刻，也不能说激动人心啊，主要来看一看这每一款里面都隐藏了什么角色。哎，这一次真的是比较好开啊！黄头发，黄头发的话应该就是葫芦小金刚了吧？哒哒，啊，也是需要组装的，也是比较早期的角色了。七个葫芦娃，是吧？和蛇精斗了很久很久，最后合体成了葫芦小金刚，和蛇精一见钟情，从此过上了带有马赛克的幸福生活。我就对这个马赛克还是比较记忆犹新的。哇，这个好污啊！突然感觉这个好污啊，真的是好污。好啊，我们简单来看一下造型。首先呢是个单眯眼的表情设计啊，看起来很冷峻。然后耳朵这边呢是两个小耳坠啊，这应该是葫芦，不过看起来感觉，看一看这什么东西，像是倒挂的葫芦带个穗儿，不过看的不是很清楚啊。然后脖子下面是大大的胸肌，这个胸肌感觉还是很壮的啊。包括两块腹肌，这是腹肌还是胸肌看不出来了，反正是连在一起了。总共是六块，像巧克力一样。这边呢，掀着这个裙摆，前摆啊，在裆部写着一个六娃，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这个写了个一个六娃。然后底座部分，刚才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啊，这边是一个葫芦。竟然是个葫芦，难道每一个角色的底座都不一样吗？也许吧。很冷峻的葫芦小金刚，算是十万个冷笑话里面的颜值担当了吧。来，接着开下一个，快速看今天啊。哎，绿头发，手气这么硬吗？直接就来了一个 CP 档。他俩是 CP， 感觉有点过分吧，夫妻档。哎呀，这个对蝎子精好像不太公平是吧？好，蛇精啊，感觉就是挺有意思的，总是看到那个蛤蟆。大王，不要叫我大王，叫我女王大人。好的，大王。这个蛇精感觉下面还是很有看点啊，可以看这个胸部，哎，直接是被压扁的，笑眯眯的眼神，感觉很可爱啊。这个眼睛，眯眯的眼睛，这个印刷的感觉还是很精致的。看一看，女王大人，叫我女王大人。后面还有这个银色的法式和一个像是眼镜蛇一样的头饰。这个没有给连接桩啊，只是给了个底盘，底座的这小盘。今天难道是因为最近过年觉睡的比较少，出现手抖症状了啊？这个底盘没有给任何的图案，看来这个图案是随机的啊。
并不是哪一个都有的，我们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蛇精，葫芦小金刚，是不是这样合适一点？看看遛娃吧。然后接着下一个，这应该是谁啊？看到帽子了，这个帽子的话应该就是，哎，不是啊，是帽子没错，匹诺曹。匹诺曹的配件好多呀，看一下，头、小心，那大心、小心，这个应该是，难道是替换鼻？对，替换鼻子，还有躯干部分。这个是白雪公主特别喜欢的东西，调整一下，哎，基本上插进去了，这还挺紧的，看我手摁的。然后这个大心应该是插在肩膀上的吧，这边一个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心，腰插在腰上啊。这个角色是自带特效件啊，看一看，肩膀上一个大心，腰上一个小心，都是一种淡淡的白色。匹诺曹，先躺着吧。来，第三款，这个配件也不少啊。这个是作者韩武，啊，底座，这个有底座，蛇精的底座没有图案啊，这个韩武的底座是有的。上面带个铁桩，然后下半身。武士刀，说实话啊，当时看漫画的时候总感觉这个韩武的造型和黑崎一护是非常像的，真的很像黑崎一护，头顶上插着一个斩破刀，这个好像区分啊，这块应该朝下，哇好疼啊，身体他妈只有腿啊，这个啊，身体只有腿，这什么思路，这到什么环节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造型，只有腿的身体。好，不管了，这可能是比较后期的造型吧，前期的时候感觉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感觉，很诡异啊，呵呵，太奇葩了，这个感觉太奇葩了。手里拿个数位板，数位板看看什么型号，不知道，和我的不一样。哎，这个底座插在其中的一个脚上，我们先插上，再给它调整位置。作者大人，韩武绝对是个奇形种啊，这感觉奇形种，我去。河神，这个是非常倒霉的河神，你掉的是这个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河神，咱们先装头，这脑袋是被这个斧头劈有血的头痕迹啊。带卡损的这个我们装在这个河神的头上，哇，韩武绝对是有这个受虐倾向，已经有两个角色头上带武器了。这银斧头你看一下，这个金属色还挺亮的，这边金斧头，金斧头，银斧头，感觉都很亮啊，这个金属色表现还不错，看一下啊。好了，插好，放在这。这个底座是本身就是歪的，还是说设计成带斜度的了？还有四盒，我们今天要全部拆开啊。这个是十万个冷笑话的主角了，哪吒。咱看一下这个底座吧，这个哪吒的底座没看懂，为什么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我拿反了，应该是这样，他的吊带裤衩，我还以为是头帘呢，吊带裤衩。咱们来组装一下吧，先组装头部，很萌的一张脸，然后丸子头，这感觉已经完全不像是核弹了，像是一个小手办。头帘，哎，好啊，然后底下组装上，哇，这种感觉好不协调啊，但是和动画里面的感觉是一样的，扭捏状。
扇飞自己的老爸，这盘还有个特效的这个文字。最后我们把这个带有裤衩图腾的底座插在哪吒的脚底下，这样差不多了啊。好，标准的丸子头一脸扭捏状，然后看一看这个胸肌啊，胸肌腹肌标准的一排啊，感觉这个比我们的葫芦小金刚看起来体型完美多了。然后这边带个特效件，啪，然后呢手臂这边是做了一个残影的效果。看最后这几款，这个是个名人啊，当时我记得这一集就是不用说啊，这个是哪吒的师傅太乙真人，当时是找，是不是找周杰伦配的音我忘了，好像是有这个印象，反正是发名片的时候上面写的太乙真人嘛，他那个乙字写的不好，被人看成太二真人了。看这个啊，这个很简单，直接插头就可以了，然后插脚啊，看看果然没错，底座部分是个二，还真就不是一，算是他的梗了。这脸感觉有点像暴漫的感觉是吧，有点像暴走漫画写实脸，穿着一个大氅，然后里面的衣服可以看到是浅蓝色的，后面还带有一个太极的图案，扎了一个小辫儿。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个表情，好像没有啊。我记得这个当时那集出现的时候禁锢着耍帅和说哎呦不错哦，太乙真人金光洞，这个啊，这个就是隐藏款了，我们放到一边啊。看来这今天这一套盒单里面没有重复款或者是隐藏款的单独角色。最后这应该是谁啊，还有谁没出现啊，哪吒的老爸，100%被人空手入白刃的托塔李天王李靖，很惨啊，夫人好几年就剩了个球，然后球里面的哪吒虽然说长得挺可爱，但是肌肉那么壮，结果被自己的亲儿子一掌扇飞。好，这个底座啊是一个喷血的图案啊，很潇洒很飘逸，这个血不用说了，肯定插嘴上了。哎呦，然后头部这应该怎么插，这样。好，当前这个造型呢就是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完整造型了，卡损插在腰部，所以说整个人呢呈现一个腾空的状态，通过这两个袖子能看得出来啊，应该是逆时针旋转的是吧，应该这样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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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，还挺有感觉是吧，再飞一遍，被哪吒扇吐血了。然后最后啊，这个是我们这次开的所有的这个核弹，总共是八个角色，最后啊这里面应该带的是各种各样的特效件的，带了个球啊，真带了个球。首先太乙真人的名片啊，太乙真人联系方式 大喊即可，这应该是能拖在后面的，你看插在这个太乙真人的身后，像托举的这个卡片一样。第二款应该是给谁的啊，这应该不是给李靖啊，想起来了，第二款是韩武的，韩武把这个刀拔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会出现喷血嘛，对吧，对，把刀拔出来的时候这样喷血，插回去的时候恢复正常状态。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啊，看看还有什么，这里面是像冰棍一样的马赛克，马赛克这个是河神用的，你掉的是这个金节操还是这个银节操啊，节操就是马赛克吗，节操是不能让人看见的东西吗，感觉真像冰棍一样，节操怎么会想起我的世界来啊，难道是因为像素的问题吗，会想起我的世界里，看金节操和银节操，这是个手吗，哇，这个没什么好说了啊，这个实在是太污了，只是匹诺曹的鼻子而已。我去，我敢肯定啊，这个匹诺曹指定是十万个冷笑话里面最污的一个角色了，你看这个还挂着不明的白色液体，
啊，只是鼻涕啊，不要想多了，只是鼻涕。这边还有个球啊，这个是，看一下这个球，弓球。母球，这应该放在哪吒前面？底座是放在球下边的吗？没太整明白啊。最后，这边给了一个哪吒的替换脸，可以看一下啊。这刚出生的时候，我记得哪吒应该就是这个脸吧，肌肉脸，太恐怖了，实在是。换上这个，我记得当时这个李靖要劈哪吒的时候，好像露出来就是这个脸。我感觉这个脸再安装上这个身体，好像更加违和，是不是啊？很猥琐啊。好啊，其实匹诺曹的底座在这里，是两个小心，也是插在脚底部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每个角色都能站得起来了。全部看到啊，所有的角色呢就这么多，总计是有八位，分别是葫芦小金刚、蛇精、哪吒、李靖、太二真人，还有拿着节操的河神和过着幸福生活的匹诺曹，加上作者憨武啊，另外还带了一个配件包，让这几个角色可以进行一点换装啊，感觉看上去其实还是很丰富的。而剩下的经典角色呢，感觉好像也就是这几位啊，其实河神还相对差一点，这几位还是比较耳熟能详的。那这套核弹呢，定价是360元啊，总共是八款加上配件包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说，对于国产的动画，个人还是120%支持的，依旧是希望在日后能够看到这种比较优秀的国产动画片啊，特别是搞笑神吐槽，而且声优阵容也比较强大的，还是非常期待的。那么好的，今天这套核弹呢，我们就看到这里啊。喜欢视频的朋友，别忘了点赞、投币、收藏支持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，拜拜。